AUP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vi， 平常在行销公司上班。那我平常化妆的妆容就是有 CC 霜、蜜粉跟口红。今天来到美咖，用他们的新品画一个百搭的妆容。有上妆，然后这边是没有上妆。那这边没有上妆，就是毛孔还有痘痘、泛红的地方非常明显。那这边已经上完妆，就是它已经就是都被遮掉了。那我现在来遮我的黑眼圈。那我用的是这一色自然色。这个非常的服帖，而且很保湿。就是不像其他牌子一样，就是有时候会干干的。那这就是我平常的妆容，就是很方便很快速。那我现在还要用其他的产品，请大家继续看下去哦。那我一直很想试试看修容，我现在就要用 makeup 的比较厉害试试看。我现在修容完咯，你们看这边是不是比较小，那这边就是很通，你们看正面是不是有差呢？那我现在脸颊已经修容完了，刚刚美咖的彩妆师有教我鼻子可以不一定要用修容的方式，可以用打亮的方式，会让鼻子看起来更立体。我现在使用的是遮瑕膏的明亮色，再用美咖的眉胶笔来完成我的眉毛。那我今天用的眉胶笔是深棕色，深棕色就是它，就是这支眉胶笔质地比较软，所以它可以很快的就把我的那个眉毛的空隙填满。那我现在要画眼影喽，使用的是这一盒里面有八个色。那我会先用玫瑰金的颜色，就是用手指蘸，然后打亮整个眼皮。然后再用眼影棒沾紫色，在眼尾的部分，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深邃有型。画完了，现在画最重要的就是眼线喽。我使用的是这个眼线一笔，那我现在开始画喽。那我的眼型是属于内双，所以有时候眨眼睛的时候很容易就是眼线会晕开。今天使用的这一支呢，它非常的抗晕，而且眼尾的部分也很好拉。那迷人的电眼最重要的不是眼线，是睫毛哦。所以我现在要来夹睫毛。那我现在化完妆喽，这妆上班可以用，约会可以用，跟朋友聚会也可以用，是不是非常百搭呢？今天化完整个妆容，我觉得最实用的是这两个，一个是保湿气垫粉饼跟比较厉害的修容饼。那我觉得保湿气垫粉饼就是我觉得它实用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每天化妆一定会用到，不管是上班啊、约会或是跟朋友出去，这是必备的。那比较厉害修容饼是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脸比较大，所以就是用了这个之后，脸真的缩小很多，而且变得很立体。美咖变身成功，耶、yeah!！KUP， 对，你不要一直都太长，这已经太长了，对，对，对，你从完全把你的脸当一个二 D 来看的话，这里跟这里变小。